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一字。今天我们要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在这一边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？它是存在心里。 OK， 所以这个的字在心里是 Enoikeo， 这个的字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能够长期居住，舒适居住，就是把这边当作家了。 OK， 是居家环境的一个的概念。所以存在不是只是存在，是让他住在，让他定居，让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他舒适的。所以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头到底是不是一个舒服的，意思就是你有没有欢迎他的话进来。这个的话做什么都可以，当作是你的家，自由一点，舒适一点，还是你是说 No， 这个的字，这个的话，这一句我不喜欢，我不要，你不要来乱动哦，哦，这是我的家哦。你看，这就是两个不一样的。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需要带出来的，就是你做什么都可以，上帝，我欢迎你来做事情。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。每日一字，我们下次再见。